他想要帮那个老人，因为老人七八十岁了，脚后跟了，脚后跟哈，啊、被咬伤了，被吓到了。这个具有这个攻击力的犬只啊，它进出这个公共场所都应该有成年人来伴同啊。那也同时也应该做好这个防护措施啊，但是这两样这个必要的这个条件都没有达到，特别呼吁哈、我们所有有饲养这个比特犬等这个具有攻击力的这样的一个犬只呢的畜主，他应该都要做好这个防护措施啊，避免类似的情形再度发生。